地下鐵空着她，好比心中女神進入夢。地下鐵再遇她，沉默對望車廂中。相中的窗台最受用，地下铁里面每日相见，愉快心里送。上個 video 就送咗首突破俾我對仔啦，因為佢哋十歲生日啦。咁啊，今日咧，因為呢只碟咧好多好歌嘅，所以咧再要繼續記錄下，再要錄下嘅。咁呢個就係陳百強嘅突破精選啦。上個 video 都係咁已經影過下啦。咁呢只黑膠，咁啊呢只碟咧就1982年嘅。哇！1982年你都佢已經好多咁多好歌啊，正歌。咁咧就上次嗰首突破咧，送俾我兩對仔，我對仔之餘咧，都送俾所有嘅年青人啦。咁裏邊嘅歌詞其實到而家都唔勾嘅，咁啊聽落去都仍然有味道嘅。咁啊今日咧，我想聽呢首Side B嘅幾分鐘的約會。咁啊，大家唔知道有冇試過啦，搭車或者搭交通工具。曾經試過一些人，即係你又成日都搭車見到佢，翻工又好，翻學好，放工又好，放學又好。咁但係你又想認識佢，但係又唔夠膽開口。咁直至到有一日你發現搭車再見唔到佢嗰種失落咧，咁聽呢首歌就啱曬啦。咁啊，頭先聽完呢首歌啦，咁我哋下次再聽下 Danny 嘅好歌啦。佢嘅歌咧，我真係非常非常非常之中意嘅，尤其是。佢人我都中意啦，係啊，佢著衫就非常之，我覺得有品味嘅，有 taste 嘅，咁啊，所以佢好多隻碟我都去追住嚟買嘅，咁啊，下次再記錄下佢其他黑膠先，拜拜。